古人呢常说这么几句话，万恶人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人生一世，这个孝字至关重要，得孝顺父母，孝顺老人。古往今来，凡成其大事者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人，大多数都是孝子。你别看他对外是怎么地，但是反动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对父母老人的极其孝顺。咱们前面说的齐伯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，大孝子，就是七年多，伯邑考不知哭了有多少回呀，期盼着父亲平安归来，心塞忧怦。现在到了忍无可忍，七年多，爷俩没见到，我爹老成什么样子，受了什么样的折磨，身为儿子，怎么能放得了心呢？此番敢问朝歌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见爹一面呢。哪怕我在这块蹲监牢，我把我爹替换回来，我也算尽到儿子之义了。不当儿子的，不应当怎么办？没有父母，我身从何处来？就这样说服了百官，把家里的事情交给二弟姬发。咱们说了，姬发就是未来的武王，打纣王主要靠他，武王伐纣。全交代完了，这才带队伍出发。路上所过关隘，把名帖往上一递：“我是西岐来的，大公子伯邑考，我要觐见天子。”那没得可说，一律放行。这天进了朝歌，很多人陪伴着，伯邑考带着随员。来在宅厅楼下，免官叩首，磕头都带下。拜臣伯邑考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纣王欠身一坐，看了看，下面伯邑考啊，正是罪臣。抬起头来，是呀，周王一瞅，这人长得不错呀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银牙，红嘴唇，元宝耳朵，再配上这身装束，真是光彩照人呐、啊！真没想到，世间还有这样美的男子。看来齐伯侯真应该得意呀、啊，有这么好个儿子。我一考到楼上来，大公子，天子传旨让你到楼上去。谢主隆恩，皮带撩袍，顺着这台阶上了楼了，离着近呢。四平人落座，还给个座。哎呀，伯邑考心里头非常感激，看来有门啊，有门啊！一瞅天子带着乐模样，我利用这个机会给我爹求求情，大概差不多。在旁边一坐。伯邑考能主动替父赎罪，其情可嘉呀。嗯，好，太好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妲己也来了。妲己站到班珠帘的后头，隔着饭往外看着。哟，真漂亮啊！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，哟，我真没想到，堂堂一
一度，再偷眼看看他的丈夫纣王，相比之下没法儿。一瞅这纣王，长得跟那没毛大狗熊差了多少，个儿倒挺高，挺长大脸，下巴尖翘起来，抱头环眼，连鼻乐腮胡子茬，满脸横肉，满脸还起了些疙瘩。你再看人这小伙，那是一块美玉，这是一块顽石啊！啊，哎呀，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男人，真没想到。这心就一动，想歪歪道了。令宫女把斑竹帘子卷起来，轻轻咳嗽一声，纣王就回头，哎，爱妃来的正好，这就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。伯邑考啊，这是王后。伯邑考赶紧跪下，参见娘娘千千岁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来我看看。不错，不错。哎呀，陛下，没想到他真是一表人才。是啊，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哈哈哈哈，快坐下吧，坐下吧。呵，瞧见妲己这么高兴，眼珠不错，盯着伯邑考。伯邑考叫倒霉呀、啊。伯邑考低着头，等天子问话。伯邑考啊，方才朕说了，你替父赎罪，情义可嘉，堪称孝。你是知道的，朕无意杀害你爹，因为你爹有谋逆的言语，因此我一怒之间把他囚禁在蝼蚁。据我所知，虽然我囚禁了他，他毫无怨言，追思可嘉。你就不来，迟早有一天我也要释放他回国。你来了正好，正好你们父子可以一起回国了。天不说话，金口玉言。伯邑可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还没等我说什么呢，天子表态了，趴伏在地，再磕响头，眼泪掉下来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只要放我们父子归国，我们是铭刻肺腑，永世不忘，要效忠陛下。起来吧，来了，在隆德殿设宴，文武大臣代表朕给大公子接风，谢陛下。我一好一想，多顺利。哎，都说纣王不道，看来这个人很通情达理，很通情达理，事情怎么进展成这么顺呢？刚要走，妲己说话了，妈，陛下呀，妾听说伯邑考善会抚琴，说他抚得一手好琴，天下绝伦。这次机会难得，既然大公子来了，能否让他耽误一点时候，给你我夫妻抚上一曲？陛下以为如何？哦，你怎知他会抚琴？哎呦，我远在冀州之时，听我爹就跟我讲，天下第一高手抚琴的能人就是大公。哎呦，我还不知道。是啊，伯邑考啊，我有此事乎？陛下，我从小喜欢乐器，抚琴谈不上什么高手，但我会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给助助兴吧。来呀、啊，准备摇琴。天不说话，敢不听。伯邑考跪倒谢恩，然后命人分浆，就在宅行楼这儿底下放一个拜垫，往上的盘膝打坐，琴往磕膝盖上一搭，绣面高碗，
心先静下来，因为心里感激纣王盼着见他爹这种心情，所以呢就服上一曲，这曲牌的名字叫凤入林，凤凰入林了，这是喜事儿。因此时时不逆秦弦嘛，宫商交织，高低声音错落，琴声委婉，回梁九转，飘飘荡荡，沁人肺腑，把在场的人都听呆了。纣王听的是如醉如痴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好，好的很呐，好太好！听完这曲子，这身上不酥肉麻，怎么那么舒畅？这就是乐器的魅力。国手，当然您得到一定程度，一般般的达不到这程度，怎么能把人听的都如醉如痴？这样人不多呀。八个八级听的眉飞色舞，手舞足蹈，这俩手不知道哪搁好，随着他的曲牌身形就晃动，等一曲终了，得个热烈的掌声，哗，好，太妙了，好琴，好琴啊，哈哈哈哈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爱妃，你要不提醒就错过良机了。是啊，陛下，妾还有一事要求。说什么事？真是机会难得呀！您听着曲子好吧，我也想学到身上。我要学会了呢，迟早有一天我陪王伴驾，您爱听我就给您演奏一曲，是不是也是乐事？我打算拜伯邑考为师，跟他学琴。嗯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呀！嘿嘿，伯邑考，你可愿意？你说怎么说？要说不愿意，坏了，前功尽弃，跟爹不但见不着，也回不了国，办事不由衷，累死也无功啊！现在就得违心的答应，臣心甘情愿。好，爱妃呀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？我是急性子，今儿个我就想学，哪儿都不要去了，就到内宫传宴，就在这款待他就得了。陛下如果乏累，我代替陛下给我老师敬酒。也可以，这可以，准的，言听计从。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，立刻降旨，伯邑考哪儿都不能去了，留在内宫专门传授妲己学琴。是学琴嘛，得有勾勾心，他打算勾引伯邑考。到了内宫了，这妲己对着菱花镜又擦粉又描眉又带花，换了一套衣裳又一套衣裳，这么看不合适，那么看不合适，一直到了满意为止。香堂玉宇收拾得十分妖艳。一开始纣王没累，陪着伯邑考在这喝酒，这都是破例，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妲己怀揣大喜，你大碗敬纣王，左一碗右一碗，左一碗右一碗，把纣王给灌醉了。纣王说话舌头都短了，眼都睁不开。爱妃，你陪着伯邑考，我想休息休息。是，陛下请便。妲己先给纣王安顿好了，一看纣王这喝的这醉劲儿，到明儿个中午也行不了。听说你睡的时间越长是越好，给了我方便了。安顿好了，留下人在这盯着，他转身又到外面盘膝撤下，挨着伯邑考坐着。伯邑考说：“小子，赶紧站起来！”你们说这妖精也有这种想法吗？哎，有啊，妲己不是一般的，千年的道
美其名曰传授的弹琴，为何大师了？内宫里头冷冷清清，外人不可随便进在里头。就他们两个人在厅堂落座，纣王喝醉了，酣睡不醒，这是机会难得呀。这妲己呢，怎么说也得顾全点脸面，哎，明明心里那么想的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小丫还得端着。有一座高台，妲己在高台上准备一张瑶琴，台下铺着毯子，得意好坐在下边准备一支瑶琴，两人对面坐好了，旁边点着香。这妲己的心啊，都沸腾着，恨不能扑过去扑到伯邑浩怀里头，方称心意。没什么，还得顾点尊严，怕人家驳了面子，就得先进行调戏。二人对坐坐好了，伯邑浩连头都不敢抬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。但是答话的时候不敢抬头，不敢仰视。妲己在上面坐着，老师都准备好了，您想怎么教给我呀？娘娘，首先呢，咱先讲一讲学琴这个规矩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五五音难正六律。琴者乃上古正神轩辕氏所留，心讲究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所以在学琴之前，心要端正，心要坦诚，这才能把琴教好。如果想非非，心术不正，恐怕这琴学不好。这个琴里面也有七情，喜怒哀思悲恐惊，随着你的心情而波动。希望娘娘端正自己。现在咱们开始行动，首先看我的食指，这讲了一大套理论。这个理论呢讲完了，妲己根本就听不进去，他不是学琴呢，他想调戏伯邑考，这眼神不错的盯着，假装听懂，结果学了半天一无所获，他没那个心呢，这就过去好长好长时间了。最后妲己说话了，算了算了，我也累了，来人呐，团扇。团扇就是吃夜宵，几十名宫女带了丰盛的晚宴。伯邑考说我不饿，我一点都不饿，不陪我吃点宗旨。二人对坐在这吃晚膳，伯邑考不饿也低着头，心里说快点，漫漫长夜过去之后，君王一高兴一表态，就把我爹放了，我爹跟着我好回国呀。我哪有心在这教琴呢？但是办事不多，累死也无功，他就耐着性子在这陪着。一会儿残席撤下，接茬学琴。妲己一看呐，良宵苦短，一会儿纣王喜了酒麻烦了，过了天亮就更麻烦了，达不到目的了，恨不能一下拉住伯邑考同床共枕，那才好呢。学了一会儿，他把琴一推，伯邑考沉下，也许我这人笨，怎么学了这么半天呢？我什么都没学会呀、啊！我看这么学不行，我有一法学得最快。哦，娘娘您是，这样吧，你到台上来，坐在我这把椅子上，我呢坐在你怀里，你拿着我的双手开始拨琴，这样手把手教，我学的就能快一些。来吧，到台上来。
搞清什么？有这么些情形，这简直都出了格了。我一好就明白了，大公子不是傻子，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发现，这妲己心术不正，没用传情，一副妖艳的姿态，就知道有意勾引自己。伯邑考什么人？堂堂的正人君子，受爹的教育，斜着歪的，半点皆无。这什么场合？这什么地方？敢吗？就是坏一个地方，伯邑考也不是那种人呢。但是假装糊涂，娘娘，此事万万使不得，没有这样学习的。要，我说话是旨意，你懂吗？嗯，我可以代替天子传旨，难道你敢不从吗？娘娘，此事使不得。那好，你容易动地方，我上你那儿去。说着话向着他，这个酒劲儿有点发疯。滚一马，把伯邑考的脖子给搂了。伯邑考吓得呀一声，摇琴滚落到地，啊，疼就站起来，满面通红啊！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心说这女人也太无耻的嘀咧了。原来我以为她只是进谗言，说坏话。今天你看是个淫荡无耻的女人，怎么天子娶这么个妃子，这不要了命了？他就一推他，妲己没有防范，哇哇一退，扑通摔了个跟头。顿时这妲己把牙给咬紧，哟，好，伯邑考，